咱今晚收听不得有意思，我是静贤。今天给大家访问一位真出名，伊呢是现代博士，哈，伫个科技公司做一个研发部门的主管，是一个工程师。伊另外有一个新婚，就是伊嘛是一个法师画书哦，哈，哦，这个斜杠的蛮有趣的。很牛，访问的是蔡元南先生，哈，静贤，你好，好，先。请教一件事，好，是，你是已经博士读了啊？好啊，是，啊，有遇到什么问题才去做法师的吗？这一方面是兴趣，嗯哼，嘿，啊，就是因为从细汉伫这个环境哈，那有看到这个一挂科技啊，有兴趣，嘿，那当然伫读博士班的时阵啊，嗯，佮在这方面有接触，或者是伊处理有看到，然后。去拜拜，啊，如果有甲有熟悉法师，啊，甲法师啊开讲，安尼豆豆啊来熟悉这个科技这方面，安尼开始的。安尼，你即马讲哦，讲，你为细汉的时阵就看人家一挂科技嘛，哈，所以的科技是啥物？这个法师啥物关系？基本上法师的话，伊。执法的范围蛮广泛的哈，这样广泛。那所谓科仪就是讲，哦，咱所有咱譬如讲目前哦，今嘛古历七月嘛哈，那七月我们常看到的就是普渡的法会。嘿，哈，那普渡的法会就会有很多法师在法坛上面哈，底下演扬，哦，底下一个演扬安尼，这个是算科仪的一部分。哦，用法术都咩啊？有诶，那像咧唱歌哈，啊是讲，嘿，那像咧唱韵吼，哈，哎，是，哎，啊，有诶，有闭耶，有一些有唱，有用说的，有用唱的，嘿，那有啊，还有一些手印啊、步钢啊，它有很多部分。这样子，哎，想讲，因为你讲即马是七月波动嘛，哈，哎是，啊，那是平常时法术是做啥物会？那平常的部分，它其实还有蛮多的哈，譬如说咱这个庙哈，我们的庙，那边安行哈，安行位啊，还是讲有新庙新的庙哈，啊，有要安遮，还是讲为庙新起好的时阵，啊，个一个安良点土啊，啊，这有真侪相关的法那个可以这样子啊，还是讲咱一般祖先哈那。做些人工拜公嘛，就帮忙这些相关的事情这样子。哦，啊，像讲那做些呐公嘛哦，我后边讲一下什么公妈拜啦，哈，哎，是是，嘿嘛是拢是恁做的嘛？啊，对，那个有分，也我嘛是有包含这一部分。嗯哼，阿妈要尾壶啊吗？这个是基本上都要会一些常用的，常用的要会一些。啊，那公开像上刀山黑马的吗？你讲刀梯吧？嘿呀，还有刀梯啊！啊，刀梯那个是也是一种仪式啊，哇！所以就是说，它会有不同的仪式。那那个刀梯，它也是道教那个。也，它也算是一种科仪的仪式，这样子。嗯哼，啊那安尼就是，因为你讲是有趣味嘛，哈，但是有趣味，甲变作摕到这个法师的资格安尼哈，爱有经过上课吗？基本上是要有一些训练，就是刚刚哈都阿讲诶，个一挂手印啊，然后一些脚步啊，就是所谓的钢步，啊，还有一些咒语啊，啊，还有一些经忏的一些诵读朗读啊，还要有一些训练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到时候你才能够上场跟其他的法师一起做科仪的演扬。嗯哼，啊，那差不多要多久？是讲训练吗？哎，对，有一个课程嘛，还是讲要多久？会当变做卡会当出去讲帮忙啊？呢？应该是讲，多久？这不是多久的问题，应该是讲，因为在道教的科仪，它的范围很广泛。嗯哼，那因为范围很广泛，你讲以学习的时间来讲，那当然是没有止境，因为学不完。
对，它可以很多很多种，然后道教包含的范围也很多。嗯，哦，那所以其实如果说学习是一个需要很持续的，在学习这样子是没有止境的。学习是无止境的。好，啊，对。那别安怎，这样讲讲，我即马是一个法师，安尼需要什么款？有一个，你敢往资格考啊？什么证照？这个应该是说每个派门，因为道教的话它还有分不同的派门，那不同的派门的话它对于这个要求也会不一样，这样子。对，我们一个派门就像对，每个派门 的要求会不一样。对，那我请教哦，因为这个咱这个蔡元南哦，这个出生，你本来是读博士嘛，你怎么现在读博士？啊，我看讲你是大家讲我，迄，那个博士甲写论文的时阵吼，小可读到，吼，是，嘿，啊，你转去宫庙拜拜，是，好，啊，照你讲是拜拜了，当然阁写论文嘛，吼，结果呢，你对科仪就有趣味的，哈，开始研究去上课啊，吼，好，要做这个法师啊，那吼，那也改变这么大，应该是还好，是说，就是说一般人对法师的认知可能会比较，比较带有一点色彩啊，其实法师他也不是那么的神秘，他也只是说他是一个桥梁，就是来当一个刚讲的，就是像一个演扬这样子，他也不是说什么很特别的啊，可能只是一般人对他比较有一些误解啊呢。你看，伊是一个桥梁哈，好，是下面会什么会桥梁？桥梁就是说，咱来讲，我们算是有形，我们有形体嘛，我们人是有形体的。那一般我们在宗教信仰，就是会有所谓的无形界的一些灵魂啊，这一些存在。那当法师的话，他一个桥梁，就是说他是当这个无形界的灵界跟我们有形的人类，那中间透过这个仪式那做这个桥梁来做一个宣传，那个传讯息这样子。你讲的就具体哦，哈，那人拢是有形的，哈，尤其是出生，你是学，你是电机的呢，哈，是，你是电机的博士，哈，是，那教育工你就可吓的呀，哈哈，是，所以在伊是以这个科学的角度哈，来看这个科技，这个程序安尼是用科学的角度啊，来看这件代志安尼。安尼哈，那所以讲为做一个科技人哈，阿哥其实你不是跟他变成法师啊，你起码嘛阿哥是在科技公司上班呐哈。是。那你是当阵讲去庙里底，一开始讲想要变个在进修哈，变法师安尼。是。你当阵你厝的人，干嘛讲？这改变好大，会不会？事实上，会接触到法师是毕业之后。那这是毕业了后，你上班，你做工课了，有这个机会，甲爸妈那来。更进一步来接触这样子所以是已经毕业了再去进修的啦所以你现在是全职的做法师还是在做工程师目前也是做工程师这样子你当时做法师就是说这个譬如说假日即假日也是讲咱即个宫庙有一寡较特别诶节日啊，可以出去参与即个演扬安尼。所以变作咱是你休困诶时阵呐。是，所以基本上就是讲，伊无影响着工课，无影响着家庭家己可以自己会使较弹性诶时间来。执行来进行安尼，以不影响到家庭工作为主。是。那很多访问是蔡元南先生哈，伊是博士哈，伊即嘛是科技公司诶主任工程师哈，伊嘛是一个法师。那伊即嘛是一个科技人个一个法师哈，伊请教讲，伫个科技哈，你个工课哈，甲法师中，你敢有啥物相通性吗？
相通性，咱啊以这个用科学的角度哈来看，这个是讲，我们科学，咱耳电哦，咱常听到一个以另外耳电机的嘛，那电机咱上一般上听到的是正电负电嘛，正电负电，正电负电，那你正电负电，你以科技来讲。以科技得到的科技来讲，伊嘛是滴分阴阳，阴跟阳，那其实，在整个那个科学的角度，啊，是讲玄学这个科技的演量，那其实它都是跟这个科技，就是跟这个阴阳啊，这个搭配啊，这个逻辑是互通的。就是电正电负电，对，啊，这个是配合的科技，咱现实生活中哈、科学上的正电啊、负电啊，这个是咱科技里面哈、就是常常在讲的阴阳，还是这样子的搭配。那像你沟通有形到无形安尼啊，是、那你怎么会觉得无论是神跟鬼都一样，不会看到神比较开心，看到鬼比较惊吓吗？这嘛未使安尼讲，这个就跟我们跟咱人同款嘛，咱人有好人有歹人，那并不是讲吼鬼就是无好诶，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我们是要用一个怜悯的心，用一个慈悲的心啊来看待这一些这样子，那这样子我们的看法会比较正面，比较阳光，那。并不是要说，不是要讲哈，用这个贵个较无好安尼哈，并不是讲这个角度来大家解读。你敢未惊？例如说安尼看会到，敢未惊？基本上这唔是讲惊唔惊，应该是讲哈，但一般我们都还是劝人为善嘛。那只要我们心存善念哈、那我们是一个带着要帮忙他、帮助他。的这个心态、那当然我们就心正、我们要保持正念，这样大概是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以讲吼，这个你蔡先生你做法师多久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安尼吼，对，哪里一段时间来的呀？吼，你有度过什么？你感觉哇？就有成就感，你讲啊，我心存善念哈，所以我完成沟通。你有遇过安尼 case 哦？基本上如果像这种例子是还蛮频繁的，对。所谓的频繁就是说咱平常真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心存善念哈，我们自己的品德，我们自己的品德要做好，然后心存善念，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在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那就会很顺畅这样子，很随心所欲这样子。安尼哈，不过嘛，更是嘛，有人讲有阵就无顺的时阵呐，哈，会去找法师做法啦，哈，然后希望讲用一寡较紧的手段，那可以安尼紧解决安尼，这个有效吗？不能说没有效啦，但是说哈，我们还是一直要强调的，就是说，其实真的还是都要，还是一直在强调，就是品德跟善念，还是要维持这个，因为就刚刚讲的，这个用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要维持正能量嘛，就像有一本。之前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吸引力法则》。吸引力法则，他在讲的也是这样子，就是你是保持着一个正能量，那当然你所吸收的也就会是正能量。那这样子你在做事情啊，那当然就会相对的比较顺遂。没有错。所以说是要用一个很科学的角度哈来看待这些事情，这样子。所以你个人点都敢不敢讲？我们就无形诶，毛无形诶，好。可是呢，真正的沟通下来，还是要心存善念。对，这个还是最最重要的。那当然遇到挫折，那人生难免会有多多少少都会遇到挫折。那当然我们就是心存善念那品德为重，然后
那个好好的做，那努力的做，那一定会克服这样子。那先搞工，因为嘛七月嘛，哈，啊，真正讲，哎，都开始看到无形的嘛，啊，是讲有的人讲我八字比较低啦，哈，真的有这样，啊，都开始讲爱去卡到吗？真正呢吗？应该是讲确实在实际上会有人会是这样，没错，哦，但是，但是我们这个毕竟都还是比较少数的。嗯哼，嘿嘿，所以我当时要咱是讲，即以靴传靴，以耳传耳哦，啊，这个愈传愈恐怖，愈传愈恐怖。啊，事实上，虽然是有啊，但是其实它也不一定就是像遇到的那么可怕。那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的例子哈，那遇到是很特别的，那当然还是会有。嗯哼，对对对，这样哈，都嘿。就讲你做法术的时阵啊，哈，你干嘛渡过一关？讲哇，那就拍出力，就拍出力啊！呢，会有遇到这样吗？我个人是唔捌出力过啊，但是有看过。嗯哼，嘿嘿，就是有，哎，啊，拍出力也变难了。拍出力也，这个就比较像是玄学的部分了。哦，那通常这一种还是就是会一般会分成比较建立分成两个部分来进行。好，就是说，有些除了往玄学的角度啊，积累找法师以外。那会比较有一个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说还是需要这个精神科医师这部分来做一些协助这样子爱情并不是说并不鼓励用一个迷信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用一个很科学的角度来看事情双管齐下这样子好了，今天很多访问这个蔡元南博士哈，伊是读电机博士哈，伊嘛伊叫有缘呢，买做法师哈。但是咱听伊讲哦，伊并不鼓励迷信。啊，对，这本来就不能迷信。你那是做好人存好心哈，这个难关会过去哈。是。哎，那请讲你自己，因为毕竟你买有一个沟通哈，看得到看不到的能力。可是你的工作呢，又蛮科学的哈。你有想过讲要把这个类似这种电机的地穴啊哈，啊，当你在做法师来对呀哈，要按照改伊，安尼小我整合一下，你有想过哦？在执行科仪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有一个逻辑的。嗯哼，很有一个逻辑。下面换的逻辑，下面换逻辑。可是有公单呐，选公总统哈啊，从古代哈，古代帝王要出巡，对啊，那些米掏钱，可能给就会先有一些侍卫先到场，对啊，然后后面的就是再请官员入座，然后再请那个皇帝入座，嗯哼，啊，其实在执行科仪的时候，它的程序也是大概类似这样子。你该先请哪位神尊哈，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这样子来进行的。对，你讲哪个电机这结合诶？喂，那基本上这个应该是讲，不只是单单跟电机方面这结合，应该是讲。加这个从学习科仪的课程，那我们咱也在了解到真侪做人处事的道理。例如说下面一回，对，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在学习科仪的课程，它有很多的程序就是像我们以前常常听到的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嘛你要怎么去？和得以的应对进退那你要怎么很谦虚的来待人处事这个其实都是在科仪里面所就是都有这一些含义在里面对所以看起来是法师在做是一个流程一个科仪是不过依据性跟做人做事情也一样先调遣什么人再过来什么人是你遇到事情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去面对他这样对身为一个法师因为我们在跟人沟通的时候假设说尊说了沟通了不好使有可能给自己也影响到这个有这个风险吗？
也不能说完全不会啊，也不能说完全不会。哦，啊，请这个是讲，哦，那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嘛。啊，对对，保护自己很重要哈。所以这个，所以说，哎，为什么就是在学习这一些过程，那我们还是要受一些基本的训练。嗯，哦，就是讲基本的，你还是要先把自己保护好，你才能帮别人嘛。嗯，欸，我看电影哈，我也发誓我买受伤嘞，哈，就是介入以后，就是自己也可能受伤啊，哈，是，哎，这紧急要不要保护自己？这个功就是刚刚讲的，你在被进行的时候，你有没有按部就班？哦，啊，有没有按照这个该有的程序来进行？嗯，你唔通讲跳诶人诶，跑假波啊，啊，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就比较不好。嗯哼，所以讲每一个叫每一个程序拢有到位，好啊，是，都较未出问题就对啦。啊，是，安尼吼，嘿，啊，像讲即马已经说，你马上会当出来甲人服务安尼嘛，哈。目前其实是都还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啦，都还是在学习。对对对。啊，那安呢？因为你们是初级法师嘛，哈。哎，是，谢谢。嘿，那法师诶，有分噶有什么初级、中级、高级吗？啊，对，他有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在道教的话，他在不同的门派，他会有在每个门派，他多少都会有一个位阶的区分。对，嘿，对。哦，啊，因为有位阶的区分，好，哎，好啊，所以讲，从请问你今嘛初级嘛，哈，哎，是，哦，啊，那我较高级爱我顾，那很认真的话，这个是讲哈，这的告解哈，在道教界有一句常听到的话哈，就是说，十年可以出十个状元，但是十年培养不出一个好道士啊，真假哎。哇，对对对，嗯哼，所以我们等一下看的下面白眉道长啊，哈，哦，真的不容易培养。哦，当然电影，等一下电影所演的是商业行为嘛，商业模式，所以是有演的比较夸张啊。事实上，那个事实上也不全然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所以平时。上班哈，过去公司哈，这个周末呢，也当出来讲沟通哈，有形界跟无形界啦哈。也不能说沟通啊，就服务，服务这样哈。哎，是，所以你一直跟服务类的丢了哈。哎，对，是。嗯哼，这上大乐趣的到位。上大乐趣是，我们也。我们以看到一般的信徒来讲啊，那我们有帮人家服务，那人家在心灵上，我们不管实际的道理状况是怎么样，但是至少人家在心灵上，人家就得到一个安慰，一个辅助抚慰嘛。嘿，啊，其实看到这样子，其实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这样子。做这一些工作是很值得的，对啊，好，那你静候这个今天很高兴哈，这个蔡元南蔡先生蔡博士就写在你后门哈，你们是蔡法师哈，谢谢你接受访问的夏丽，好的，好，谢谢，等一下回来。